有些事儿，菩萨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停电了，车坏了，晚点了，错过了，别抱怨，别生气。世间万物来去都是有定数的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各的渡口，各有各的终。我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道理。你突然放弃一个人或一件事，一定是积累了太多的无力和失望。你发现自己的坚持好不值得，于是你终于放过了自己。我们生来本就孤独，又何苦闯进人群，自取其辱。